延伸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吃美味的东西，吃最后一次。你要吃什么东西啊，爷爷？我要吃蛋披萨跟五味凉拌菜。蛋披萨和五味凉拌菜，到底哪边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啊？好啊，那我出去找找好了。这边到底有没有蛋披萨和五味凉拌菜？这个下面有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好像什么都不是哎。到底哪边有蛋披萨和五味凉拌菜啊？应该没有吧？空的，空的。这边也没有五味凉拌菜，没有哎，我这里没有，五味没有啊，它也没有蛋披萨，没有哎。好吧，那我可能去这个地方。不好意思哦，蛋披萨没有，这边有没有五味凉拌菜？怎么也没有，它怎么都没有蛋披萨，那五味凉拌菜？好吧，我可能只能去这个地方找找看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功德满店铺。星期六多一天吃素，越吃越年轻，不容易老。今天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。哦。爷爷，东西来，来，蛋披萨和五味凉拌菜。怎么了？太好吃了。哦，还好。